说你对性教练超了。对 对, 對，然后。就标题会写“傅孟博大战两女一男”。这个标题我觉得还好。傅孟博野兽派大战两女一男，蔡淑臻认证老司机，他很专业。蔡淑臻最近有很多床戏曝光，这样外科也有，然后跟24岁的小鲜肉，然后也跟曹彦豪，就是跟年龄比较差没有那么多的轻熟男，还是有差，他有给你一个安全感之类的吗？专业，他很专业啊。那之前跟小鲜肉比的时候，小鲜肉完全没有经验哎。我跟孟博这个的准备就是，先吃一下果冻糖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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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经验丰富的孟博先生，我是经验丰富。对啊，那你这一次跟大战两女这样，对，你觉得你要事先做什么准备吗？大战两女，这好像是什么 A 片的名称。一个比较浓情蜜意一点，然后跟淑臻的就是比较宣泄，就剪掉那场更有发泄的味道。那我也是蛮想看的。对啊，所以导演他应该会试出，他有这个计划吗？我知道哎。你可以去问我。好，我要你来问他。你这样问，听说有一场打戏也剪掉了。啊，真的？你会把刀插到我手上，不然你有影响。就是你说你被性教练插了。对 对, 對，然后。你是不是就是搞错电视台上班了呢？打疫苗啊。对，我现在头有点晕，但是怎么弄？没有弄是不是？你给他问他哦。那我可以再确认一下，谢家健插你那段确实是谢家健，还是别人插你？别人。谢家健的小弟插你。好，确定哦。好。你要哇塞，你要这么闲思哦？有看过 A B 帝王吗？我有看过，我有看过。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所以我应该当什么？监制啊，全裸监督。你说我应该穿个白色内裤这样？哎，很好哦，很好的，哎呦。你们会给自己一个时间计，工作时间计划吗？就是说我40岁可能要干嘛，然后我到50岁之后要干嘛？我不会，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，想来就来。所以两位的结婚计划也没有在你们的规划里面。结婚呢？想来就来。你怎么快要跟他一国了？我没有找到频率了。